太又老母了一岁汤啊。了。其实啊，我已经不知道追随你了几年。想当初订阅 YT 的时候，你好像只有五六万左右吧。到后来接触 Twitch 才真的跟你互动，不知不觉我也持续看台了一年多了呢。随着你的成长，能一同见证到你 YT 十万订阅，我们这些观众也是非常高兴。祝你生日快乐哦 ！YT 往下个十万迈进，加油！繁星，祝你十万订阅，生日快乐！哇，年糕好久没出现了哦，厉害不？繁星，生日快乐哟！请我们老师唱一首歌。Hello， 繁星，这里是山姆，祝你生日快乐啊！看你的实况也看了快三年了，追追也快三年了。就说长不长，说短也不短。那之后的时间也请你多多努力，加油啦！上次的聚餐没有去成，那年底的时候我就再看看能不能去啦。那大概就是十二月份的时候，看能不能见面啦。啊，再祝你生日快乐啦！欸，可以体谅看字慢的人吗？你跳太快了、哦。对不起，你可以在事后暂停。这个节奏太快了，太快了啦！我看得快，我看不完。他们的字真的很多。这节奏太快了啦！好了，好，之后回去看呐，太快了啦。这样你才可以重看啊！你这样才会重看。哇，这太屌了吧！他是老剧组的，真的很快。他牺牲陪我的时间去做了这个，值得啊！抱怨吗？真的很可爱。夸张哦，好可爱！欸，我有对 tempo 欸，真的很可爱。欸，那个音乐打超好的，厉害吗？我有抓 tempo， 超厉害，好可爱。好可爱。这时间来得太突然了吧？我可以不要说了吗？我为你留了七分钟。七分钟太久了。哦，不是影片的声音哦，白痴哦。没有，因为我后来太忙了，我来不及录，所以蕾蕾在最后面。我摆了一个空白的时间让我说话，接下来的七分钟音乐是来自于影片，但是人声是来自于本人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弟弟。怪尴尬的啦，白痴哦。好的好的，老板，
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所以呢，我找了大家一起，在短短的半个月，生了这一副礼物给你，希望你看得喜欢。连你的偶像都找来了，感动吧？开心不？开心啊！鱼竿嘞？怎么没鱼竿？他太忙了。好了，我知道他很忙。可是有邀请他。嗯。对，其实还有很多人没有办法在时间内给我们、嗯，但是事后如果有传的话，我还是会传给你的，好不？开心不？很开心啊！开心哈！你要感谢奶奶，这是他熬夜剪出来的。我可以把时间，我的工时很长哦。能把时间转给奶奶吗？你留七分钟给我太长了。七分钟哦，这里这么多人对吧？大家都可以讲话啊。凡心有没有想哭？想哭吗？没有。哭一下好不好？意思意思。我怎么不给你？我不给你哭不出来啊！感冒哭什么啊？好可怜、啊，感冒了，感冒哎。对啊。好可怜哦。太可怜了。哇。好啦。其实往年有什么感想吗？因为之前都是主要都是我在拍别人生日影片啊。然后一次生出了这么多。对啊。好多人，多到我快剪不完。哎、欸，我稍微实际的统计了一下，就是在有教影片啊、文字、贺图这一些，大概57个吧。嗯。对啊，但是有些来不及的就不算了，可惜。有没有想讲什么？为什么汪汪被 ban？ 你为什么被 ban？ 汪汪你。汪汪在哪？为什么汪汪被？哦，他被撤回啊，白痴哦。他自己撤回啊。哇。呵呵，Joker好凶哦，他说给我哭出来哦。快哦，哭出来哦。哭不出来啦。啊，我觉得后面的歌很好听。我觉得屠杀你们很开心。我再怎么会讲话，也没办法讲那么久，好不好？我还以为李黎就是要出来感人，把他讲到感人吗？哭，我以为对啊，我还以为你要放大招哎、欸啊！我其实已经想了一个礼拜了，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我要讲什么，是不是很难？很难，太难了。对啊，我感受到你的心。越熟讲这种话越难，好不好？就是因为熟啊。欸、打文字还行、欸，会有点恶心，但是讲话就不行。对啊，有点恶心。他问我说：“我要不要录？”我说：“没有啊，我做影片已经不要我的诚意了。我已經了”我才不要录东西呢，我才不要录。对啊，也没言笑啊。他有啊，他以就是画我的形象出现在这里的。我看到啊。嗨，这是我的新人设，让他冒出来一下。够嘴巴，还有补救跟十九呢。然后点点也没有讲话啊。点点 Q 你呢？我想说，会不会兔兔是在压轴？没有哎、欸，没有。那找的人都是谁？都是菲菲找的吗？其实有一半是菲菲，一半是兔子，一半是我。我想說不对，三分之一，对不起，三三三。对啊，我想说，能找到这些的，不是兔子就是菲菲了吧？是不是？哦，那时候看的是背后是在很毛啊，很毛。对，为什么你们都找得到这些人？对啊，我刚刚一直回想起以前居莫德的时候、欸，哎，真的、哦，因为当时哭了吗？再多一点怀旧的人是不是快哭了？是不会到哭了。怀旧。我等一下考不好，等一下讲一讲，讲到会发呆，就是因为在想以前的事情啊，会很怀念啊。对啊，因为当时就忧郁症啊，然后是他们把我带起来的啊，不
不然我现在还只是个便利商店上班的没有用的人欸。你看，可以啦，长大了，是长大啊，可是飞不到他们身边啊。不要急啊。你要给自己一点时间，好吧，给自己一点信心。我真的觉得影片啊里面最猛的应该是老G的那个动画，对，他早在几个月之前他就已经跟我说他要做这个，然后因为我刚好这一次想说你都帮其他人拍，这一次帮你弄一部。哇，本来还想说谁敢弄这个出来我一定打谁。来来来，说过来打架，好打架，你要打好多人。通通都打，连偶像都打吗？要排队，排队，大家排队给你打。咱们都那么 M， 太可怕啦！七分钟还有多久啊？这不止七分钟了吧？没有音乐，真的七分钟了。哦，是音乐、哦，要没了啦。哦，没了、欸。对啊。哎、欸，我忘了跟你说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哈！哎、欸，来了，快乐哈！我帮你补了，谢谢，感谢大家，帮我自己鼓掌，感谢们。你要知道这部片什么时候全部用完的吗？刚刚七点，我七点弄好的，刚才弄好的、哦。嗯，对，我七点弄。时间为什么这么赶吗？因为小秘书忘了这个计划，哈，所以他什么？我才没有忘记呀、哦！那你搬起来想起来哈，就说他说、啊、忘了这件事情，你跟我讲的。哦，是啊、哦，哦，忙到忘记了，对不起啦。哦，我们要这么赶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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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拉回去看一次，怎样？我也是很可爱，真的就是他传给我的时候，好可爱哦，这个动画。对啊，我很努力的对 tempo 了。哎、欸，对对对，我要传一个东西给你，因为影片里面出现的大合照是新兔崽子画的，他在短短的几天内生出来的，把我画的超可爱。黑月画的哦，我要 cue 他一下，感谢他黑月辛苦。对，他哇，然看不出来，很猛哎、欸。我传过去了，只是我不晓得。再来，谢谢，可以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瞧，王子又在哪里呀、啊？也真嘟嘟长大的娃，长大长大的娃，欢迎欢迎，你好吗？长大的娃，长大的娃，请说，他要改名字了啦，改叫什么？图也太大了吧，六啊，五大的娃，六啊，他的档案有多大？一年多一啊，真的这样在旁边？你不要再错评了，钱吗？还是错评？白目啊！哎、欸，黑月在、欸，谢谢你的图，谢谢，帮了大忙。把我画的超过。我应该加画一只水滴鱼在上面的。共三小。
对不起，生日。哎、欸，好好说话。可以让现在不上去。啊。